派来解答。嗨，又是贤特派来了。今天要邀请到我们的大来宾，是我们大台中的梁朝伟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以前是梁朝伟，现在是曾志伟。有像吗？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玩的这个游戏规则来介绍一下了哈，当然就是一样，就是由我来出题啦。那放马过来。对，那林院长很简单，你就是倒数二十秒，只要照着我排出来的排出来就好。好，没问题。嗯，来来来，准备好了，开始。好，好嘞，三二一，开始。那我有现实吗？嗯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我要请他们来说，这样有过关吗？我觉得差蛮多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一个美字。那这是什么字？你知道吗？什么字？这就是不美。这有没有对称？有美跟不美。跟不美。对对对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那接下来进入第二题了。应该换我出题吧？好啊，换我出题哈。嗯，对。开始吗？好，开始。好。有一样吗？有，这就是。有没有一样？这就是跟你的肌肉一样。有没有一样？没有，一坨。就是大家来评评理，有没有一样？可以，这样可以过吗？可以过。可以过。我们标准太低了。好，换我了吧。好好好好，来。对。这有点难的，就是说你要跌，就是跌到它还会跌倒。对，还要跌，它会跌倒，没错。然后再叠回来。你知道为什么有对称吗？因为王跟什么？日八。唱一首歌跟旺有关的歌。旺旺。你是哈巴公。旺旺。坐在大门口。旺旺。旺旺，有机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我们跟大家说说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玩这个考验速度哦？因为就是要给这个正汉哥来跟大家聊聊，就是关于速度，现在人最关心的网络的速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们提供一支高速宽频的频宽，宽频服务，是宽频吗？谁写频宽？掌嘴。我们提供它一 G 高速的宽频服务啊，这样子的上网可以带给民众什么样的好处？基本上呢，速度越快，你就是可以看的东西就会越快，那你下载资料量会越多。那尤其像我们在现在每一个家户里面，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装置，比如说你有行动电脑、行动电话，那也有这个电视机、游戏机。还有很多的家庭的联网装置，那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其实你就需要很大的频宽，那越大的频宽呢，你才能让你所有的这个联网装置可以同时上网，然后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生活更加便利。那到底在哪里可以申办呢？请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，那或者是加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，那就可以24小时申请。24小时都可以申请哦。对，那半夜还是要好好睡觉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啦。如果说你想要看我们挑战更多其他的游戏，还是想要看我们拍什么样主题的影片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。那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影片订阅起来，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来给我们一点鼓励喽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拜拜。拜。